小朋友上幼稚园，就是我算过一年他的学费就已经120,000，然后像我弟弟他念一年的大学都没有这么多的费用。然后其实这个费用对家长来说是一笔很大的负担，而且这只是一个孩子的费用。如果今天我有2-3个孩子的话，其实这个费用对一个家庭来说真的是非常沉重的负担。